好了，我现在要教的是 from 3 chapter 4 skill drawing，然后就是说你把它放大、缩小，OK，这个就是它的 skill drawing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就有 PQRST，OK，所以我有 PQRST。然后它讲 diagram 一、diagram 二、diagram 三跟它的这个原本的 PQRST 有什么差别？OK。好，来，我们在这边呢，你可以看一二三四这边四格，然后这边一二三四五六这边六格，这边两格，然后这边四格，这边斜两个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它也是两个四个六个两个四个，所以它是 same size 的，OK，所以它是它的 skill drawing one to one 的，one to one 的。OK，skill drawing 呢，它的那个 skill 啦，词典下一个影片里面我们会有讲到，或者是我们直接先讲。我的 skill 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的 skill 呢是我的那个 drawing to object，然后它是 e to n 这样的东西，然后我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呢，它就是 e to e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它这边它这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一个。所以你看，四除二二，二除一二一，然后四除二二，六除二三，二除二一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 drawing 是一的时候，我的 object 是二，所以这个是一图二，所以这个是缩小。OK，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图一的话呢，它是 same size。OK，然后它一图 n，然后我的那个 n 大过一的情况之下呢，它这一个其实是缩小了，然后可是我的 e to n，我的 n 小过 e 的时候，然后可是在零跟一之间呢，有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放大，就好像这一边它这个它二四，然后二四六八，然后二四六八十十二，然后这一边四，然后这边二四六八，OK，这边是八。你看，四乘二八，二乘二四，然后六乘二十二，四乘二八，二乘二四。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要找它的 scale 的时候呢，它是drawing to object 嘛，我的 drawing 是四的时候，object 是二，所以它其实是四图二。然后我要把它变成一图 n 的情况之下，我这一个要把它变成一，所以我除四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一图二分之一，所以它这一个是放大一图二分之一。所以在这一边呢，他说 length of all side and side of all angle are the same as the object。然后它 certain proportion，然后 certain proportion，然后它的angle unchanged 的情况之下呢，所以它这一些都是它的那一个 skill drawing。OK，好。然后在这一边里面呢，他就问哪里一些 diagram 是属于它的 skill drawing？你看这边两格两格两格。两格二四六六格，然后斜一二三四斜四，然后这一边这个三格三格三格二四六八九，OK，然后过后这一个二四六，OK，so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除二乘三除二乘三除二乘三，六除二就三，三乘三九，四除二二再乘三六。OK，所以它这一个是它的放大版，所以这个是它的 skill drawing，然后这一边是一一一，然后这一边是二，然后这一个是三，你看它二除二一，二除二一，二除二一，四除二二，六除二三，所以这个也是它的 skill drawing。然后 diagram 三的这一边呢，你看它这个二一一，然后这边四三，你。那已经不成比例了，这两个应该是二二二，这三个的都要一样长嘛，所以二一一这一边就已经是不一样了嘛，所以这个不是它的 skill drawing。然后一二三四，然后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然后二四六八，OK，所以这个乘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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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所以这一个是它的 skill drawing。然后这边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二，然后所以你这三个不一样的时候，它就根本不是啊。所以一二三二二这边也是，所以它不是它的 skill drawing。
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 same size 的话，你就画一模一样的咯。然后 bigger size 的话呢，我这一边不够画了，你们自己就四格变八格，然后你乘二，全部乘二这样，或乘三这样，OK。然后如果我现在要把它这一个变成那一个缩小的话，我就直接缩小在它这一边里面，它这边一二三，然后我就三。然后这边一二，我除二二，然后这边一二三四五六，我除二，我这边是三，然后这一个两格我除二，它是一，然后这边二四，我就在这边这样，所以我的这一个的那一个缩小版本呢，它是这一个来这一个，再来这一个，再来这一个。再来这一个，再来这一个，再来这一个，这样，OK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缩小版本了。OK，我画到有点丑，OK，好，然后这一边我也把它缩一半吧，两个，两个，然后这边二四六，然后我就拿三，所以我的这一个如果我要画的话呢，我就这样，这样，OK，然后在这一边，然后在这一边，在这边，这样，OK。好，然后这一个两个斜变一个斜，两个斜变一个斜，这边二四，我就拿来放这一边，所以它的这一个呢，你就是这样。OK，这个是它缩小的，然后接着这一个我要画它缩小的话，我三，我放一半的话就比较难嘛，我就拿三分之一除三。OK，然后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所以我就拿二，然后这边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我拿三，然后这边就二，然后斜三格就变斜一格，然后再来这一边是一格，所以它的这一个缩小的那个图画呢，应该是这一边来这一边，然后来下来过去。写上去，下来，过来，过去，OK，好，我画到有点丑了，但是它的 pattern 啊嘎啊嘎是这样的，你自己画的时候要画对就可以了啦。OK，放大的话呢，就是说你这一个你可能全部一起乘二，OK，然后就可以了。